6点钟不到，天完全黑的啊！我他妈又出来了啊！其实上次挺伤的，上次感觉钓不到鱼了，但这次信心满满的又出来了，因为伊森说他中间又去钓了一次，他钓了好多，然后我又有信心了，我又觉得我也能行了，我又觉得又能上鱼了，所以说今天还是去看一下吧，看看伊森有没有骗人啊！就男人啊，到了中年啊，就是说为什么喜欢钓鱼啊？真的就是因为喜欢赌，但是呢，哎，又不能真的赌呢，就是又伤身体，对不对？玩玩钓鱼吧，玩钓鱼挺好。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，会不会失望而归啊？再战沙头啊，我们好组合。今天要是再没有鱼，就是劈头。我靠去！你上次真有鱼啊？我靠，上次太多了。上次就我们两个，然后跟我们家人出来嘛。我靠，那个 action 是多到手软，我的。我靠，那个太爽了。哎，今天人好像没有那么多啊。哎对，突然人就冒出来了。上面几个人了？上面应该有三四个了，有。我来，伊森的秘密钓点。秘密钓点啊！我靠，这海中间了，这是。我们一个礼拜前定的点啊，这个鱼还在这等我。绝对不可能！我觉得还你这简直就是刻舟求剑，我跟你说。鱼早回家了，早就已经进河口了。我们赌什么呢？已经在河里了。赌不赌啊？真假的？赌不赌？鱼呢？鱼！来，鲁棒大铅球。铁丝是？铁丝上断了吗？不是，哦是吧？那掉断了这个就没了？没了。哇！所以说这个脱掉是消耗的呀。今天我们用这个颜色试试啊。嗯，这个颜色别人用好像还不错，说重新又绑了好几个假头套。我们先用一下这个试试，这个颜色我感觉今天应该不错。能不能直接上一根特别粗的线，然后就 drag 都不用开了？有人问过这个问题的。嗯，我觉得是可以的，应该。我靠，就硬拉呗。哦，会不会把那个鱼嘴给拉歪了？完全不给它弹性是吧？也有可能，如果没勾好的话，很容易就是拉破嘴，还是得让它跑一跑，因为这个鱼力气太大了。嗯，这个鱼力气相当大的是。对，头往里一伸。然后呢？我靠，这。然后三角钩从背上穿过去。这样的人类世界就是僵尸啊。僵尸鱼，然后单钩从后面一点穿一下，这样不会掉。烂了这肉。这个肉好像今天这个肉不大行吧？你放下希望，收获什么呢？收获失望。哎呦呦，什么东西？放下希望，收获失望啊！这个多少钱？这个新的也要个。1000块钱，我靠！为了钓个鱼，不然怎么赚男人的钱？你说是不是？然后拿个夹子，不然怎么赚男人的钱？男人钱比狗都难赚，是不是？这个铅球呢，就是把这个为了把这个线能够拽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吧。来，想今天下个80吧。80。哟哟哟哟哟！哎，说着真有鱼啊！真有鱼！呦呦呦！来，我帮你。可以啊，你让他跑。这个拽够不够？够了，抬高点，别太松。收，不能跑太久啊。抬高点，你要抬高点。好，让他跑，别硬了，他跑，让他跑。我靠，还真有鱼啊！可以啊。它到了船边呢，就是也不要着急，它会往下钻的，你就让它钻，一定要让它钻一下，不然那个线容易崩掉了就。对，其实我可以一直转，但是呢，如果说我感觉转的力道，比如说现在还行，比如说我转的力道特别大了，你看我可以让它稍微跑一会儿。
遛鱼嘛，好玩嘛。好，现在可以说了。不，容易遛没的，不能是吧？不能遛过头，很容易遛没的。在呢。哎，不是很大吗？什么小东西啊？我靠，这么小！再往回拉，往送下去，你要。不大哦，就这么小鱼就有这么大力了，不长这条，是吧？量一下看看有没有62。哎，这里有10磅，这肯定没有。我靠，10磅都没有，那30磅什么感觉？所以就说呀，对，但力气挺大的，是不是？还行，可以啊。再见。扑通扑通一声，还行，来了啊！一个不注意它就来了。嗯啊，不是很大啊，是吧？没有特别大的感觉。要说大不大，它来了，发力了。你这么早就拿了网了，太早了。你这么早就完了。用我的拍一下。要。用我的。来看一下。还可以。啊，你这我都没看见。先弄。我都没看见。可能还得要跑一下。我靠。是。差一点。也，可以。哇，这个挺大的，我靠，多少磅？这得有个15磅。这可以的，又得有个15磅至少。这可以的，这条可以啊。嗯。哇，这条可以啊。Nice。有点浅，还是放到这个系。出门又没戴头盔，这头还挺硬的，你别说，是吧？方便吗？放在桶里面，直接把它塞。我靠，这血真多，这还可以的。哎，为什么你每次这边生意都不怎么好？这边，嗯，可以的。你这半天没生意，怎么突然转起来了？这个玩意儿怎么转起来了？轮子飞起来了，我靠！冒烟了！哎呦我靠！哎，咋就突然上了一条鱼？它收线。我靠，这不是一般的鱼吧？我靠，这得多大？那个有的吧？有线力的啊！有。Monster！ 来了，看一下。哟！太硬！再过来点！我靠！哎呦！我靠！真的吗？我真有鱼，哎，这怪不了我了吧？真的完了，上次你带那个点不行。哇，拎得动吗？单手，有点吃力了。又开张了。开高点，你的杆。不能送直了，它就那个。好像没有臭味了。赶快说，它是往这游，你得赶快说。开始我靠，好像没有很重。神操手又来了，还行了，也不小哦，也大的，还得跑，赶紧啊，别跑，跟刚才那个差不多。没有。叫他慢慢跑，我不想让你再往上。抬高点。我得盯着上面杆，先跟他玩一会儿。对，千万别跟他死蛮劲儿。他要他叫他，感觉他往下钻的时候就松开了。哇，有种小鲟鱼的感觉啊。对呀、
体验感拉满。完了，都被我们掉光了，套没过来。哇，这鱼还不小啊！这条得有二十呢。对。跟着地上岸高点，别对对，这样的话，一定要看到呀！哇，这个是，哈哈哈哈哈！我靠，这个轮打手了。对啊，你要拖底下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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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过了吧，手瘾过了吧，手瘾可以可以。就是为什么喜欢钓鱼啊？就是说有的时候好，有的时候坏，就是你不知道，你不出来钓，永远不知道，就跟赌博一样。对，上次失利之后，今天力挽狂澜啊。哇，今天我们换了一个位置啊，可以看到周围一条船都没有啊。我Ethan搞了个秘密地点啊，就是说还是不能随大流，是不是？嗯，这个东西。对，下次随大流以后，就真的一条鱼都没有。另外的钓鱼的朋友的情报，就是有很多经验叠加在一起。鱼点当然是最重要的，然后呢，就船往哪开啊，然后钩子怎么挂啊，用哪些饵啊，还深度多少啊，其实都是很有讲究的哈。对，当然啊，你觉得你都做对的时候，然后如果上不了鱼的话，你就会怀疑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，会不会哪里不对劲？肯定是有哪里不对劲，也有可能是没有鱼。对，反正就是各种猜测吧。回去得研究研究三文鱼怎么做啊。我靠，钓满了，钓满了，这就满了。这条鱼还没放血呢，那条没放血，又来鱼了吗？所以说为什么勾引人啊？哎，就是一直上鱼，有的时候一条鱼都不上。对，连中两条我都没来及拍 ，double header 就是两边同时中鱼。我靠！然后又一条鱼入库了。刚才有一条鱼呢，其实也不错哈，但是呢，好像被人就是被海豹咬过了。所以说我们就把它放生了。哦，今天有点体验感有点不行啊，这说好的包全天包船啊，结果被船长坑了。对，九点半就让我们滚蛋了啊？怎么回事啊这个？哎，不行，飘也得飘着啊，飘也得飘一天。说好的一天包船呢，一定要有情报，对不对？你这是谁告诉你的这个鱼点？也是一个钓鱼老朋友。我靠，真的，所以说。哎，这东西怎么说呢，挺难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资讯丰富，然后呢自己肯做功课，然后呢肯去挑战嘛，肯去走不寻常路，对，还是有的。一个人都没有。对对对，这边一个人都没有。河口我们有朋友啊，就是说在河口钓嘛，没有一百条也有几十条了，可能也有一些吧，但是呢肯定没有这边好。这边已经，你想看九点半已经钓满了。 OK， 回到我们熟悉的河口啊，全是人啊。我靠，可以看到，我估计四五十条船是绝对有的，全满的。哎，Tom，有鱼吗你？我刚才一口。哎呀，别人有上鱼吗？别人有，好多人上鱼。好多人上鱼啊！今天不错，满额了，满额了呀！不想再钓了。我们还丢了两条，才就是满额了。完全没有人那个地方。你要早点过来的话也满了，过来嘲讽一把。不要脸啊，简直。不过有咱们笑的时候，也有咱们哭的时候啊。上次啊，我们哭的时候 Tom 在笑嘛。对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看那个人，不是每次钓鱼都有好的机遇啊。对啊，所以才好玩。
看一下下面，这是，哇靠，这么大！你看这，哎，撸铁，撸鱼，是不是？哇，麒麟臂，哇，看这嘴，哦。Yeah.